哎、欸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那个、啊、看牙齿，怎样？哦，看牙齿是不是？所以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看完牙齿啊。看完牙齿哦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回来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你，你期待一下好不好？不要，非常屌、啊我不敢期待。啊？那么你有什么病啊？那边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看起来很好笑吗？你是在笑我的长相吗？你看起来很智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边有东西。你来这边一个洞啊！好啦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预计啊，要在顶楼盖一个游泳池，而且自己动手下去盖。我是觉得啦，家里面有一个游泳池，看起来就很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想玩水就去顶楼玩，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棒啊。那盖完之后呢，我是预计啦，邀我妹一起来玩这个水。欸、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赶快动工好不好？听说这个游泳池工程浩大，出发。好啦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顶楼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游泳池呢，我跟你们讲，非常非常的屌啊！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超豪华版游泳池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手动的打气。好啦，搞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要等我妹不在家的时候。OK 的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游泳池打出来之后放水，然后放完水之后，我妹应该也看牙齿看完回来了，我就热情的邀约她上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泳池。那当然啦，事情不可能这么样的简单嘛，对不对？身为好哥哥代表的我，我们需要让她有更高 level、更高层次的爽。各位，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说呢，你们在游泳池游泳，自由式、蛙式，游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你隔壁泳道的那一个小弟弟，突然之间游一游，有没有？他那个泳裤里面挤不塞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一种视觉上面的震撼感啊。What the fuck？ 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气球。我们先来制作一个水球炸弹，大便的炸弹，他玩得正开心，有没有在水里爽到一半呢？直接让炸弹引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。拿出我们今天的神器，脚踏车万风神器。哎呦，那一辆就只零件了。哎呀，我觉得现在有点接近晚上，而且天气好像不太好，所以我们需要快速的动工啊！哦，这体积还蛮大的嘞，而且怎么湿湿的？就这几天下雨。哎，它怎么那么多孔啊？我们先把其他孔塞起来好了，我觉得这是必须的。这到底他妈有没有灌进去啊？有点眼冒金星的感觉，不行，这太累了吧！我们打气就是要一气呵成，好吗？我现在要进入二档。Second。よく狙って当ててみろ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身为一个最精壮的男人，二档不够，现在进入三档。今天已经快完了呀！哎，你忍啊！啊，你忍啊！你是灌到脑袋傻了是不是啊？啊！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影片可能就到这边结束了。真的，我这边就一个充气的。你在干嘛？干嘛一直用那个在那边打气？傻逼耶！你真的是低能的。你这个灌要灌个三个小时，你知不知道、啊？
破脑哎，可以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直接升2个小时，傻掉才。我刚刚在干嘛？可以，来啊！太怪了吧！A few moments later. Yes. Yes. 啊，我们的泳池总算是清凉消暑啊！毕竟呢，我们刚刚忙碌了这么久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时候好好享受一下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泡在这个水里面等我妹回来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深水炸弹便便攻击。啊！我等一下，掉了。那你搞完下水？我搞完掉了。你们也要玩？哇！哇！这么迅速是不是啊？这边我等你多久了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刚才等你有没有？每一分每一秒钟，我的这个怒气值都在持续的上升，我的忍耐有限度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的忍耐到达一定限度哈，比丘之子啊！哎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了。我们猜拳啦，好不好？输的帮赢的脚底按摩。我不要。可以的，来。我不要。快点呐！好玩的，真的。那我们就互相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又不是说要你帮我按，对不对？放屁，你一定会玩的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小朋友，你是否喜欢做噩梦？为什么？今天在乱看漫画。好了，我帮你按了那么久，帮你帮我按一下。没有，要猜拳呢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你背对着我，把我脚伸过去，你这样玩，我喜欢特别的享受啊！这，哎呀，高杯，怎么了？抽筋？我上大便。各位，我已经称霸了这个泳池。Jack it up.